有人管他叫老崔啊啊，去那个有的人呢叫强哥啊，就是称呼都不一样。那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到舞台上呢？他之前在舞台上是单身艺人啊，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是在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坐着的。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。哎呦！啊，大家在观众席当中有没有找到？有没有找到啊？来来来来，掌声欢迎两位，欢迎欢迎。杨子杰好，王哥好，哎呦，强哥好，哎呦，给我们介绍一下，那叫啥名啊？现在是什么身份呢？对对对对对，你们俩现在的状态？现在是我女朋友，然后认识是通过那个杨斌认识。通过谁？通过杨斌。哎呀，一号杨斌，这么好的姑娘，咋在中间直接介绍给别人了呢？看他俩挺有缘的呢。你看他俩挺有缘，你没寻思你自己是单身呐？我这忘了事儿了，光忙别人了，把自己给耽误了。是那个通过快手直播，然后忽然之间偶然的一个机会发现杨斌在直播，然后我就看他那儿有一个他的微信号，我就加他了。哦，你加他是想。